这个在这个伏虎吧，粮草烂漫的现象非常严重。后来呢，这个由于市场的存在，藏獒啊、猎杀的也比较严重，所以说呢，他就通知了，在这个一次执行任务当中呢，在那里悬赏，这个所以这个藏獒保护了，从此以后呢，掀起了一个高潮。 听说可可西里的时候，我只有12岁。12岁，我对他最初的这种就是理解、认识，也仅仅就是自己的家人去那个地方工作，而且后面有了这么大的代价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刚开始起初真的是这样，对家人的一种爱，后来是对这个土地。 重新的一次对他的一种感情的释放，真是这样，因为本身他是自己的故土，然后又重新对他的认识，对他的爱。对于我个人来说，这是一次升华。我去了西里以后，要做到本来是三昧、睡眠、环境内，三是这个绿的、水是晴的，现在更要在这个方面要做到努力，要付出更多的代价，对不对？要这个以后这个。 保护方面是要规范化、科技化、科学化，这个我们要住在这个各个系统的保护，要住在世界的优先地位。